圣公万安。皇太子注意朝仪。是。大学明德篇，告知诸位。欲明明之。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……今日大朝，皇太子既然带着这顶冠带出来，举止稍有不神，谁还敢不诛啊？还不知道修身正心吗？臣谢陛下教诲。听话听音，今天说的事情，我想大概诸位都听说了，没听说的也听出这里的意思。对，朕今天说的就是皇太子的容止，也是皇太子的德行。皇太子自己知道是什么事吗？请陛下，前御史中丞陆英，陆英的事。陆英的事过去几个月了，现在才腾出手来说说这桩公案。陆英确实有罪，但罪在冲撞国典，何况皇太子纳妃大赦，朕已特赦，许其待查，待查待查，可结果报到朕手里，人已经死了。斩陆英和其子文普，竟然是因为那时候的监国储君和刑部尚书。你们给诸位说说，是因为什么罪名啊？前中书令李逆伏法，臣令刑部诛其父母妻。真的是李逆其族吗？陆英父子，说过了，朝仪。回陛下，陆英父子，臣也不确定。不确定，你就批准杀了未论罪三品朝臣？那是因为。因为那时候报上卷宗的人是中书令吧？是，是臣。中书令，居行书多年，刑律不应该忘记吧？是陛下，未定罪，朝臣枉死，这是死罪。陛下，臣有。如果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国有国法，陆英是重臣，楚军和中书令更是，这个案子必须要复查。连楚军和宰相都沾上了不审的嫌疑，朕更当引为警惕啊！天子圣旨。皇太子，确实不确定，是李逆其族吗？是，不确定。派人先去华亭查，查出了结论再说。
没有什么意义吧，皇太子。回陛下，臣没有。秘书郎，你指吧。回陛下，秘书郎休沐了。休沐？10天以后才能回来。 这是大事，不在朝夕。待秘书郎回来之后拟定，再选定钦差吧。好，我们接着说下一个议题。宝岩座宫重建修好了没有啊？皇上说，回陛下，臣奉旨修缮。陆中丞的冤案。 陛下。 难道就这么大事化小，不了了之了吗？何忠诚，这说的是什么话？陛下，这叫什么旨？没听见秘书郎。秘书郎刚听完由，又去休沐。他不在，翰林院多的是翰林，他们不行。臣现在就可以代他写啊。何忠诚，国有国法，国有国法。 怎么到了陆忠诚身上，就不管用了呢？明摆着的冤案。陛下，陛下难道又想包庇什么人吗？是现任中书，还是前度监国？何世昭，何忠诚要是存疑，何志臣一人存疑，御史台一步。 皆有存疑，臣等皆有存疑，请陛下祖三思，重审陆忠诚罹难冤案。你们这是又想？对，明堂之上，大朝之时，陛下自己提出的旧案，却又千言不绝，谁知道这个案子还能不能查下去了？我，何世昭，你使不得的呀！你们。 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啊！实情未明，你们这是在朝上胁迫天子。闭嘴！实情如何？中书令自己心里还不清楚吗？啊！你身为三司首长，你无凭无据。无凭无据？我就让你看看，拿上来。 请陛下移览。这是，陛下，这是李逆白州的5代族谱。秘书郎就是后爹后娘都死了，再丁几次忧，也没有什么关系。 陈登已经查得很清楚了，物证在此，陛下还想怎么包庇？中书令。 中书令的那份族谱怎么来的？你自己解释去吧。请中书令顾全君臣大体，陆忠诚冤案正到提及之时，还望中书令自行服罪，引咎去职吧。该说的都说了，这次朝会到此为止，散了。 陛下，前御史忠诚陆英，使臣把他划入了李逆七族。朕知道，中书令就先但。
更改族谱，枉杀陆忠诚父子，非臣的本意。臣是祸了，受益。受益，中书令。 想清楚了再。皇太子殿下污蔑储君，把中书令带下去。前日圣旨命臣监口。这是皇太子殿下的亲笔手信。 肯定是有人造，请陛下明察，明不明察你自己看吧。 陛下不是臣，你这独门绝技该怎么解释？为什么？我说过，如罪之。 我一定要让你们全部都受罪。王室伤情，暂处宫中，自有所应，不当忧劳。此书俱清，所误往事，徐清损改，永不复言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殿下，请向臣等解释。这不是臣，这是。该来的全都会来的。是他。是何垢？有何应？物何事？不复言何？那印，臣妾也不懂。他没有丢掉。无论今天朝上怎么样，殿下都会有对策和退路。正心修身，齐家安天下，殿下不但把帽子戴歪了，还干出这种事情来。 难道这就是国本的德行？这就是国之未来吗？殿下，你对得起为你死去的龙尚书吗？你对得起？不是这样的，陛下。陆忠诚为父国家，更为父殿下。殿下为何行如此龌龊之事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何事找你住口？本宫知道是谁。陆英，他居然还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你这种卑鄙无耻的小人。是谁？谁的屋？我们在那里见过，你的声音还有。在行宫。 小人曾经冲撞过殿下，请殿下留下。回去之后再看吧。爹，是卢尚书给小人的。殿下，小人不是真正的宫内人。小人是罪臣之女，小人是父兄获罪之后才入宫的。小人对马政和马政都非常熟悉，接下来的事情。 一定可以帮到殿下的。一个宫人对马政这么熟悉，还想要加害陆忠诚。陆忠诚，小人绝不会。陆氏父子就是李氏其族。
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？不止在离宫，你到底是？ 令爱就像那片山水，虽然我从没亲眼看见过，但是我知道它会有多美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陛下问殿下的话还没回答。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臣无话可说。 是谁？他们要听你解释朕也要。皇太子，想清楚了再说。是。我。站住！说了是臣。皇太子，臣先回去等圣旨。上邓权。 请你，就算留下了伤痕，也请你做一个清纯和干净的人吧。可待的意思，不应该是可待追忆，而是。 再等等我，陛下，请严惩皇太子殿下废除。陆姑娘，朝上出大事了，姑娘赶快走吧。 还能有什么大事？又还能够走到哪里去？姑娘现在说这个，殿下是不会放过姑娘的。我就怕他会放过我。 快点啊！姑娘，来不及了。所以贵人赶紧走吧，抓了贵人不要紧，可连累了贵上。居然还敢留在这里！ 王翁，妾还有什么不敢的？皇上，请刑部，不，送到恐吓，严刑拷问。
没事吧？殿下是想亲自问呢。出去，我要亲自问。那就是了。 多羡慕，将来可以亲眼看见他的那个人。 小人曾经非常爱慕殿下。女孩子说这种话不好。是假话，殿下就当成真话来听，不行吗？ 一天，再多留小人一天。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抱歉，我不觉得你有一天的价值。你到底是谁？说，你的音色，你的性命，根本就不配跟他相比。 小人有错有罪，殿下要杀要放，小人甘愿领受，就是别赶小人走，小人已经没有容人之处了。小人以后会听话的，不要赶小人走。干我的事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只有他不行，殿下，又要抛弃我了。 有冤之人，如果含冤而终，殿下将来也一定会为他们昭雪的。是不是？让我先整理一下，控和也好，刑部也好，我自己会去的。
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！我说什么来着？我早就说过呀，我早就说过呀！啊，陈那人，陈那人，他再肚子，再肚子，再狠，他干得过他们啊！他这个，都说我，都怨我，都怨我了。 但把我能拦住的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？我靠！殿下啊，我靠！殿下，小人不才呀，小人没有拦得住。 从前，张尚福给我梳头的时候总说，我有一头好头发。他要是看到你这一头，你不知道张尚福是谁啊？毕竟那个时候你还。 他是我娘的旧人，已经不在了。他要是现在还在，我娘还在，终究那天就不会。
殿帅来干什么？啊！扶起来，殿帅，殿帅，陛下是要怎么处置殿下呀？皇太子在哪里？殿帅是在里头吧？ 让他出来吧！殿下，殿下，你冤枉！你冤枉！你要杀，把小人给杀了吧！你要杀，你把小人给杀了！所以我不会后悔，我也不会道歉，更加不会补偿。